Hello，Hello，金姐大叔 ，Hello， 甜心依依爱吃泡菜腿腿 ，Hello， 汤姆。大家晚上好。真可惜，哎，全饼，谢谢金姐大叔送的果汁，哈喽，草莓酱酱酱酱酱，谢谢分享，嗨嗨，谢谢，哈喽，花生糖，哈喽，优格养乐多，谢谢草莓酱送的宝箱跟薰衣草。谢谢草莓酱 ，Hello， 还没想到 ，Hello， 谢谢花生糖的分享 ，Hello。如果不愿呼吸那洒脱是你要的自由，谢谢你送的果汁 ，Hello 阿米，晚安香菇。Hello 谢东。哎，春品，我一直以为你有推我，结果我后面才发现你是推柏林，真尴尬。Hello 双言 ，Hello 李小龙，刚刚播。推都推，推起来 ！Hello 微微大大。还有小白兔，谢谢阿米送的木宝箱跟薰衣草，谢谢。那个宝箱是什么啊？Hello 切冬 ，Hello 吉川，云端硬碟宕机了，怎么这么突然讲？不愿呼吸的洒脱，是你要的自由，那我宁愿。我也开心，是并联黑哈的玩具，什么意思 ？Hello， 卢木林，晚安，谢谢你们 ，Hello， 雨生。Hello。对 ，Hello， 谢谢新千里王送的果汁 ，Hello 宣扬 ，Hello， 念 Pedal 是吗？幸好没事，什么东西，什么东西，什么东西，哈，我跟不上。Hello 七儿 ，Hello QQ 男子。Hello， 一姐姐，大家晚上好的。我给你们讲一个很好笑的事情，就是这连假，迪迪有回来，迪迪回来玩 Switch， 怎么每次直播都这围绕在 Switch 里？哦 ，Hello 伟泽 ，Hello 哥哥男子，还好吗？还好吗？微微大大。然后弟弟就有回来玩 Switch， 他玩 Just Dance， 他们 Baby 小嘟嘟嘟，谢谢韦德送的男生元宝 ，Hello，Hello 小白兔，然后玩到后面他就不想玩了，然后我姐就给他一支彩色笔。跟一张纸在地上画画，然后就画一画画一画，因为我姐是就是特别爱惜她的床架，然后就画一画画一画，就突然感觉到弟弟不对劲，就异常的安静，然后我姐就一看，你在干嘛？还拿一个彩色笔画我姐床架，我姐直接傻眼，你在干嘛？然后弟弟发现了，嘿嘿嘿，然后就跑掉，超好笑。Hello 姚 ，Hello 国树。感觉很累，我直接帮我姐跳到
五颗星，超级好笑。然后他跑出去之后，因为我姐已经把笔抢走了，笔盖还在他手上，然后他就跑出去到我们家客厅，他就把笔盖乱丢，然后他就问他妈说，啊不是，他妈就问他说，你把笔盖丢哪？这里，就找出来。然后再也不是重点，重点他离开之后，他不会被打吗？他超皮好不好？然后就是他画完之后，他进我姐房间，然后我就跟他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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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我姐就拿一个棍子说你走开，超好笑。然后他就离开我们家之后，我姐问他说，那啊你跟他妈妈就问他说，你刚刚有没有跟阿姨对不起？他回了一个超级超级超级好笑的回复。因为我跟你讲，他没拿棍子，你怎么生气他都不会管你。他是一个脸皮非常厚。他有没有跟阿姨说对不起？然后他就回说傻眼，我忘了。快说，就吊你胃口。哎，武汉 ，Hello， 天天。我的梦狠狠睡过，却不会忘。重点是他才差不多小班的年纪，哦，不是，啊，对，幼稚园小班的年纪。哈哈哈哈！佛大学你好 ，Hello， 凯沃。哎，又见面了，你们刚刚去哪里？我爱的轰轰烈烈最疯狂，我的梦狠狠睡过却不会忘，谁明天就是未来。再来一句聊天，好哦。安静完了，我不知道哎。那我们家那个是特别的皮，而且他还特别的会拆东西，他真的超可怕。Hello， 别在我眼前。Hello， 哈哈。模仿又讲不停。我之前被他陷害。Hello， 乖乖。Hello， 单细胞。看到肉就好心情吗？那他有被打过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他是在装哭。我说别在那边装哭，然后继续哭。他谁会管你呀、啊、？Hello Max， Hello 志华， Hello King。他超好笑，他之前说。他说哭爸，然后他就突然，我们逛一次，他突然就讲了这个词，然后大家问他说你从哪学的？他说阿姨，我这个问号，我根本没有在他前面讲过这句话，然后他就直接把责任推到我身上，叫他哭，是啊 ，Hello， 哈义。他就直接怪到我身上，我直接傻眼。所以是你侄子，是啊。Hello， 阿贵仔 ，Hello， 勇哥。什么叫做我那个阿姨很糟糕？我真的没有讲过。古灵精怪，哎、欸，他真的超夸张，可是他真的很可爱。他真的很可爱，他就是有那种气质，你知道吗？你给交给他，你过几分钟，你就会看到他拿头跟身体这样分开拿给你，然后跟你讲说坏掉了。丢过能力超夸张 ，Hello， 扎卡，好久不见。那你叫本来照顾，对，就是他。谢谢，有没有觉得开心？Hello， 扎卡。我来不及说声嗨。Hello， 玉安。
无敌破坏王终结者，他一定是有遗传到我的基因。我家的猫咪在看你 ，Hello， 咪咪，为什么有这小耳朵？等你回过头来 ，Hello， 佩森，要照顾过，哎，没有哦。虽然我们家弟弟就是很讨厌，可是我还是觉得他很可爱。晚安。啊，小耳朵，说不定以后是大发明家。好、哦、，Hello 黄鱼，大家有问你们哦。Hello 一卡一，彩虹果果感觉很厉害。大家都有去办粉丝俱乐部了吗？一点都不可爱，拜托不要说了。我觉得就是怎么讲，自己家的都不会可爱，除非真的很可爱。你看，如果你今天有一个泪姬妹妹，可不可爱？今天怎么没有看到书？Hello 玉安，有哦。等你回过头来，陈品。不，我姐不会，绝对不会觉得我很可爱，她都说我很丑，比她丑的。大家赶快去办哦。谢谢圈民送的乐，谢谢扎卡送的果汁。你先当我妹妹才能感受，你说我当你妹妹吗？你们想要我当你妹妹是不是？不是当你们弟弟。啊，叔来，编号85报道，乐乐妹妹，167，你167吗？身高？没有啦，开玩笑。叔叔，你有去报粉丝俱乐部了吗？等你回过头来。话说，粉丝俱乐部那个照片里没有我，跟雨琦还有阿吉。我记得我之前有自己印，我找一下照片再。嗯，在吗？我在这儿，还是在那？好像在那，我还没付钱。好哦，你169身高吗？每个都要问。在东京街的，不在这，好像在雨晴啊，雨晴的雨晴墙上。无法回，完全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只是觉得，但是在聊爸爸。哎、啊，我最近也好想吃火锅、哦，我只是以为而已啦，没事没事，只是想问一下送粉丝，能送你们早就送了。我在这里。哎，嗯，对，好像在雨晴那。雨晴家那个宿舍墙上，抽奖抽 Hello 金佑，这两天去吃火锅享受，一定是家人，太真实了。金佑，该不会是？杨杰，怎么知道自己的粉丝编号啊？我不知道。Hello 小雨，他们知道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知道，应该会有什么 email 之类的吧。Hello 双眼，粉丝群，不是，这是假的。
还是其实你是，只是你想骗我说你不是，没有啦。Hello， 你好。现在变成好好玩，就是了，想要照片吧，去找吧，什么跟什么。Hello， 一三。哎呦，我以前就是喜欢吊带裤，喜欢到我想买七种不同款式的吊带裤，然后就谢谢玉安送的新直播 ，Hello 落日一笑 ，Hello 志祥，然后每一天都穿不同的吊带裤，这样子，一个礼拜不同吊带裤，不觉得很棒吗？然后以后人家只要看到吊带裤，就会想到我。吊带裤，对的。蛮方便的，嗯，是方便啊，就是你只要思考你里面要穿什么就好了，跟搭配什么鞋子或者是袜子，就是对，不用在那边想很久。只是它比较不方便的点是你上厕所要全部就是整件那样脱掉而已。只放一只牛，Hello阿良明，这就跟。上国中跟上怎么大家都是这个头贴啊，该不会你也是杨姐没有啊？大家都是这个头贴，因为我以前有画过这只鸭，对，很可爱。晚安85%，好可爱耶。那时候我的头发还是这么的顺毛，然后妹妹头好可爱哦。我现在看到以前，我就觉得我以前好可爱哦。现在看自己，更可爱了。柯大汉，我知道，因为之前杨姐有用。Hello， 维尼，你说肩膀卡上面那种时代吗？不是，夏日祭典的时代。这个港口。Hello， 翠翠。哎，我上次看面面那样，觉得好帅哦。然后看面面那样，好像获得很多反应。我要不要下次也来这样？大家想要看吗？你们一定想啊。深浅也是，我一直都很卡哇伊卡哇伊。你也穿呐、啊？他们那天暴动哎，我直接看到我天，哇，这什么啊？Hello， 迷你尾，穿来穿一定会变不同弄弄。我是百变弄啊。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，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，回头才发现你不在，留下我迂回的徘徊。唱不上去，我最近一直很想要去什么，就是山上走走。就是好山好水好漂亮的地方，可是一直想不到，就是台北的部分。谢谢哥的追踪，失落沙洲，对的，穿上之后又画其他成员。哎，我什么山不知道，只是想去大自然走走，嗯，就是好拍照的那种大自然。拜托穿，一定来看直播。只要穿那样的时候，你们才要来看，是不是？
那如果我穿冷也没有人来看我直播怎么办？阿里山如何？象山，象山有什么？真理库，真理库不是我的菜，不好意思。人家第一天去山上，我连假前三天都待在家里。我在思考那个阳明山，可是阳明山也。最近是海域，海域我不是我的菜。不然猫空，猫很无聊哎。最近去动物园，没有动物可以看，好不好？他们躲在洞里，大概30分钟。我知道，我有去过。一零一大楼。好远哦！我知道阿里山很远，可是我不知道阿里山在哪。Hello， 南野秀也不知道土城善多，好哦。地理老师，你是不是没有好好在看影片？哎，封面是我啊，怎么可以不看呢？枕头山。金山，哎，金山感觉不错。Hello， 今天9分，一直考虑9分。其实我一直很想去那个放天灯，那叫啥来着的？我那一直卡了。对，脾气，我一直很想去。去接触大自然，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就想去看树，去树拍照，去跟树拍照。骑车可以到的地方有树，好拍照，或者是就是那种很多很高的草。我是有大概想要拍怎么样的感觉，可是。台北感觉没有这种地方，就有点可惜。找给你们看，我国中去哪？一年一年级国一的时候去宜兰，国二的时候是那个德树露营，国三去毕业旅行，去哪来着的？
啊，921大地震，然后那个九州文化，不是九州，诶，是吗？剑龙山，诶，哪一个？然后这种感觉呢，就是小花花。南投，对对对对对对 ，Hello， 富伟哥，去找二信高中。有，我今天在 Google 的时候看到不是高雄，基隆有很多还蛮漂亮的地方。Peaches on the sky， ye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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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。听什么好呢？Yes, okay. 嗯。忘忧谷，忘忧谷在哪？感觉很棒。前一个。安排。我过来记录。还有学长。算了，我们等秋秋花开再去吧。不想跑太远，很烦啊，远啊！谢谢富尔哥送的果汁。啾，我要点一首歌。我喜欢刚刚那个，太多版本了。Hello， 谢谢你们，今天好安静，对啊。爱相互分担，果汁分你一半，磕磕磕磕绊绊，果汁分你一半。其实我没有很喜欢猫，说实在，就是我会害怕，我有点小怕。谢谢玉安送的蓝色元宝跟果汁，今天没漏结对。他说：“为什么我不在礼拜三开啊？我哪知道啊？要礼拜三开，你不跟我讲。”狗狗派，谢谢星星柠檬送的小风车。洛洛是狗派，我不喜欢过于活泼的动物。我果汁分你一半，弯弯绵绵绵绵缠缠，果汁分你一半。想分担，长路漫漫，磕磕磕磕绊绊，果汁分你一半，爱相互扶持。我很活泼吗？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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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没有，还是可能礼拜三或礼拜五。嘿哇，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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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Hello 小东 ，Shosuke。牛牛是给，不是，休息给，休诶，怎么念来着的 ？Hello， 保罗，就是的，对啊，他很嗨耶，他爱上了。我上次直播他在家，我就说来来来，10分钟要开，就是10分钟前我就叫他来，啊，开播了，快点哦。然后就会跑到我房间，躺在床上，然后就。预备好他自己的位置，这样。你跟其他人直播超嗨，对啊，我是人懒，没有人就还好，提不起劲啊。为什么？
那个啊。自己办个账号，不会的，他没有那么闲。我了解我姐。什么山？什么宝山？一个人都比较寂寞啊，我是很佩服面面，他可以这么嗨。我没有很活泼、哦，没有。今天玩游戏，乐姐不是菠菜。是。姐姐，今天这首歌送给大家，治愈了吧？你没有很活泼吗？我要看状况，我都要看状况。我刚刚睡觉的时候被电话吵起，所以我今天心情不太好。我预计睡到六点半，我从五点半开始睡，预计睡到六点半，六点给我打来。催化剂，对，或者是你们也要嗨起来，嗨起来，大家！嗨，弟弟！接下来是广告，没有是我同学，因为没有睡饱，其实也还好，就是单纯想睡。谢谢之华送的 love。你要被锤打了，这你接下来早上打了要睡觉。我说有点太凶了，不然十点我叫你，你要不要十二点是不是？真的很讨厌人。莫名其妙，不睡觉。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一个影片，是那个女生叫什么？哈哈台，然后那个女生去法国出，就是策展，然后她的牌子叫什么？什么来的？忘记了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影片，我找找看。水原希子，对，啊，我超喜欢他那个包包，我觉得那个包包很好看哎，可是我找不到。不好说的名字。没有，我觉得不能说不好说，就是，对。我觉得不是不好说，一个400欧，那个包包好看，我好喜欢那个黑色的、哦，是踩到，打丢高塞，我觉得不会说这个名字不好说，就是他，我觉得看个人呐、啊，我是觉得还好。Hello， 森你好。现在有几个人在播啊？今天感觉人很少。打丢高赛、哦。我刚刚只看到前面，没看到后面，抱歉。Hello， 慵懒猫，我就觉得那个，其实我觉得那个叫什么，他是身上穿的那个叫，其实也很好看。还蛮好笑，很好笑，我还蛮喜欢他的个性。我很喜欢他那个，可是我没有那么有个性到
能驾驭那个东西，不然如果我真的能驾驭，我是会喜欢那个的。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好看的。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怎么讲，很棒的人，他是把任何一件事情都看得很乐观。超棒的，是不是？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都没有勇气去。很喜欢，虽然我对他不是太了解，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人啦、啊。然后他真的跟水原希子很像。Hello, Ken, 你好。你说水原希子还是哈哈他？Hello, 坤坤。安安哈哈台哦，没有，就刚好最近那个影片不知道为什么很红，你看你们都知道了，对啊，我在滑 YouTube 的时候滑到的，我记得我有什么好笑的事情跟分享，可是我忘记了。Hello QQ 男子，为什么觉得今天明明是礼拜二，我应该会更兴奋呢？提不起劲的感觉。反正我很闲。我要说什么来着的？今天不能出门吗？你说我妈最近，可能我还没睡吧。Hello， 弟弟 ，Hello， 你觉得？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啊，心慌。哎呀，哥！最近不能出门，好无聊。Hello， 加鲁特，最近去哪都不太对，而且都要戴口罩。我们来看新的话题，对，要，一定要。谢谢阿哥送的麦克风，谢谢。洗澡去，你进哪丢麦克风是为了要去洗澡是不是？没有啦。我今天是下课之后 ，Hello， 大威，嗨。就是我今天下课之后，我在犹豫我到底要吃什么。我本来想去买面包，可是我下车的地方对面是麦当劳，然后我就在思考说我要吃麦当劳还是吃面包，然后我就问了我朋友，他就说要吃麦当劳，然后就好进去之后，我就又开始犹豫吃麦克鸡块还是汉堡，然后就看，我还是吃麦香鸡好了，反正它就是大块的麦克鸡块，
然后那时候我已经问了我朋友说我要吃麦克鸡块还是麦香鸡，他说鸡块，我说可是来不及了，他说没关系啊，反正他也是大块的鸡块，我就笑了，我们两个人下班可以跟我一起吃呢。Hello 龙龙 ，Hello。就直接点两个，不行，太胖。我觉得我最近变胖，每天都觉得自己在变胖，因为一直在吃。最新的烟熏鸡肉肠包，我今天点完我才发现那个，幸好我没有点，逐渐闹起来，逐渐蔡依龙化，我是走在时尚的尖端。晚安。都急，玉米浓汤。除非我可能那一天想喝酸辣汤，我才会点酸辣汤，不然我应该都是玉米浓汤派。那是要多长？而且最近一直下雨，想去哪里都不是。觉得负担有点，酸辣汤应该还好吧，比起玉米浓汤来说。我今天去学校，然后我同学看到我，哦，蔡伦你来了，然后另一个同学说，怎么教室都是蔡伦味道？我是一个被误会，因为我同学在教室里喷香水。同学超过分，他居然在教室里喷香水，他还没考虑过人家的感受，有没有考虑过？超生气耶！很久没有去学校，女生早上啊，早上早吧，晚一点点到这样，他比我早到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早吧，我明天放假。大家，我们今天要去谁家玩呢？没有吧？也会晚一点到，应该是正常的吧。今天阿潘有开吗？可留影的我最近在看那个杰，然后昨天看我们结婚吧，是吗？就是韩国的节目，最近在看以前的，就很好看。
哦 ，Either 新歌 ，Oh my God。嗯，那如果今天开就好了，不然就去他家玩。蛮久的、啊，对啊，我最近推荐影片，推荐那个给我，然后就在看了他的书，感觉一下。难怪我想说你怎么突然离开的。爱如乔达书。边来就边看我，大家都只剩不到手机版了。哇、wow ！你们有玩吗？动物之声。Switch 吗 ？Switch 其实出很久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 Switch 有出一阵子，然后最近又开始。没有，我也没有，我们要一起不玩，我要等我姐的动物之声 Switch 来了，好再来玩。我就说我在等你帮我玩呢，我姐买的游戏机是等我帮她玩。今天真是，大家不觉得今天无聊吗？我对不起大家。大家有看面面的那个吗？卡狗少女。没事啊，还是你们看我就好，我就坐在这里。那是什么？就是面面 PO 的影片啊，面面 IG PO 的影片，干那个比赛来啊！我等一下隐形眼镜就会掉出来。大家没有看到吗？大家去看，很好笑，真的很好笑。而且我那时候听到《哆啦 A 梦之歌》的时候，我直接翻了个大白眼。然后，对，我跟你们讲，其实很多歌我都知道。那时候第一首歌，我又听过。而且那时候我想说，这个声音不是那个谁吗？老鹰四少其中一个，那个叫什么陈什么陈什么的，然后我就一直搜不出他的名字。再是我后面听到 Tank 的专属天使，我真的觉得 ，Oh my god！ 我对不起大家，因为我们之前在直播的时候听过。哎，我超烂，好不好？超级烂！你们如果看到第二期，你就知道多烂了。Hello Jack， 我跟你讲，因为。他们有种来跟我比考还 K-pop， 超可惜的，我直接在旁边叫。越热越容易猜错，听第一个音就知道什么。我昨天在看那个节目。韩仲认识的哥哥有一个 Seventeen 的跟金希澈比赛，然后他们真的是那个一个就是一秒而已，他们就听得出来，我觉得超神呢、欸。嗨，季风亮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哪一天就来拍一集 K-pop， 我们看谁冠军。可是如果说歌名，我应该就讲不出来了。
因为有些歌其实都蛮像，像现在我们听的，这我真的不知道歌名是什么。要唱出第一句，不是说唱出随便一句，就是可能我现在唱，然后空一句让你猜的。我还不拍一集 K-pop， 我觉得我受到了侮辱。长到外面都没有来听音乐，不是没有来听，是听的范围不一样啊。有那么夸张吗？可是我能听得出第一首是谁，我觉得我蛮厉害的。只是我那时候突然忘记，他的脸就出现在我脑海里，然后对我笑。可是我就是叫不出他的名字。像以前我还蛮喜欢的。比较手动漫，我那时候真的是一个问号，数码宝贝。我跟你讲，如果考 K-pop 啊，像 TWICE 的歌那个就也很难，因为他们的风格都其实还蛮一致的，所以你要猜歌名就更难。色色美，どうしたって消せない夢も今も。可是如果要考 K-pop， 我应该找谁来呢？还是叫我们章鱼烧女孩四个？然后考 K-pop， 他好像在欺负他们哦。而且你们不是说2000年后吗？而且如果考 K-pop 播防弹的歌，他前面那个前奏一下我就知道是防弹，可是是哪一首就不知道了，你就开始那个脑袋音乐库你就搜寻防弹，第一个音下去我就要知道是什么，听得有够深。欸，面面其实歌库蛮广的，我觉得他其实是很厉害的，还有第二集，大家期待，期待一下。我也没看过第二集，我不知道听什么呢。耶耶耶耶耶耶。但歌不知道是什么，就是可能叫你讲歌名你就猜不出来这样。我觉得我们可以自己，就是可能哪一天自己大家揪一揪，然后也来试玩看看，跟我们讲很好玩的。
我真的很突然的就开始吃起了拔辣。Hello， 花生糖 ，Hello， 小飞象，斑斑 ，Hello， 妮妮。Hello， 阿姆。然后他的上面那个只会吃，我吃啊，为什么不吃？为什么今天人可以那么少啊？我不。吞下去就好了。欢迎回来，我也超爱吃这个地方。我可能那你一定是没吃过，超好吃的。晚上吃什么？家超夸张，我们直接三单都退掉。你看，你认真在减肥耶。因为不退的部分是我们退他，就是我们第一单是点韩式的两个锅豆腐锅，结果来的是一个饭一个锅，然后我们直接问他，我们说我们点这个吗？然后我们就退掉。然后晚餐的部分，因为我想吃沙拉，然后我就点了一个某间知名前厅堡的沙拉，然后我就有加购说我要加蛋沙拉20块这样。他钱都收了哦，我的蛋沙拉呢？我在那边翻，没有蛋沙拉呀。然后就又退掉了。然后第三次，他们就点了某间炸鸡店，这样韩式炸鸡。来了之后，他们把那个鸡剥开，发现鸡没有熟，就是没有炸的特别的熟。然后就是，反正三单都被雷了。太厉害了吧！可是我很好奇，这时候到底应该是，这其实也不是说算送货员身上了，对不对？这样退掉好像有点对不起他。我就不用外送了。好像听说素食店呢不太建议用吴伯义或者是熊猫。薯条的部分吗？
你说送过来的东西还是那一间店？想听是不是？等过两个小时，我们上次有一次直播结束，姐姐说她想喝那个汤泉粥，然后我们就点了，而且那天下大雨，然后我们就其实等了好像有一段时间。Hello 龙龙 ，Hello 微微大大 ，Hello 金佑。办公室，阿志，然后呢？我们想要取消的时候，结果就有人却就是接了这个订单，然后我们那时候在手机前面谢谢你，辛苦你了，这样吹小口。我们家附近有一间还不错，就是蛮大颗的。谢谢第二上的果汁。我有吃过你们学校附近有一间什么凉面吃到饱的，我知道了，日华，你有买凉面没有酱，你就把面带去那间火锅店就有酱了。Hello NG 发锅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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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但是凉面还不错吃。啊OK。我记得我有跟你们分享过，这应该很少人听过。就是有一次我吃小火锅，小火锅不是都会倒那个酒精膏吗？然后他就点火嘛，然后就卫生纸放在桌上，不小心被电风扇吹，就是吹一吹，然后就烧起来了。八锅很棒哎、欸。可以吃到饱。果菜，但是我是拿那个，拿那个纸碗一直在那边捏，最后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事情。原来是学长，你现在知道吗？他是啊，是大学长。谢谢追踪。Hello N， 他是大学长哎、欸。那张八卦也开很久哎、欸，你们之后可以辅大帮约约一起去吃火锅啊。是什么？我真的是觉得我不喜欢这只眼睛，它好像有点比较凸。
这只会比较圆，这只会就是比较凸出来的。隔壁的跟法国差不多。不是听说你们学校有饭局吗？非常喜欢吃饭卷，饭卷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发明，我觉得超棒，我超喜欢。这你拿在手上就可以这样吃，很棒耶。为什么很可怕？对啊，饭卷很好吃耶！西门有一间在那个车轮饼旁边，喜欢。什么意思啊？不敢当，不敢当，我不敢当，不敢当，这话你讲的，你要负责哦。差点点到小慧台，可能是因为不是说好不要提小慧的吗？你自己讲的哦。那我应该可以吧？可能都是短头发，没什么差啦，所以就对，嗯。哦，谢谢草莓酱送的宝箱，谢谢草莓酱送的宝箱，谢谢。这宝箱是里面会有，这可能买很多次，就是有点抽卡牌的感觉吗？没什么差，对吧？反正就都短头发嘛，短头发女孩。草莓酱怎么突然这么？上这么多，我这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哎，我会觉得你们有时候突然送很多礼物，我会不敢相信这是要送给我的，或者是说这假的，有这个可能吗？所以就是你们送，突然有一个人送很多礼物，我会觉得你今天是发生什么事，怎么突然要送那么多礼物？宝箱产品，算是里面。谢谢豪哥送的麦克风，谢谢。谢谢日华村枫叶，宝箱是。等一下，我想打嗝。好，有了。宝箱是，可能里面会抽到，比较贵的礼物吗？还是就是它其实就是都固定的。要打嗝，没有啦。原来是这个部分。这个是什么？谢果汁送的，不是，谢果汁送的叔叔，谢谢。拼运气的礼物，这个1314是什么？Hello， 企鹅，手指太粗。没有粗，我不是纤细的。我姐昨天上班又上课，所以她很累，她就躺在床上叫我帮她按手。我就捏一捏，哎呦，我姐这瘦哎！我说你摸看我的，超胖。什么啦？什么啦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的韩团都是喜欢上，喜欢上那个 Ray， 很神奇耶。
开开心心，那是极老，没有，我是可以在天上飞的那一种，我在天上飞，那是极老，开心最重要。你们我不知道说什么，谢谢你们，也要开心，你们开心我就开心好不好？Well, 然后他昨天叫我帮他按摩，然后我就拿他手举起来，就捏捏捏捏，然后就开始拿他的手弹琴，我就噔噔噔噔。我说你再那样玩，不给你玩 Switch 哦。噔噔。然后弹个几下再继续捏，捏好了之后，噔噔噔噔。好笑，我只是觉得我白痴。我没有霸凌他。我在弹吉他。弹幕的不是我，是弟弟。最哪一个？嗨，一本晚安，谢谢你是人乐 ，Thank you Studio。我最近都在看韩综，还是太好笑了。谢谢保罗送的木宝箱，有钻吗？那有钻吗，保罗？Hello 于轩，谢谢小爱的分享，谢谢叔叔送的荧光棒，不一样的假面骑士啊！我跟你们讲，我最近看了什么？我看了《冥王》，谢谢于轩的分享，谢谢。为什么陈人长谢谢讲这么客气啊？很官方耶，谢谢你呀、啊、，Thank you 啦。冥王在一晚，哎呦，超好笑，超级好笑。可是杰铁匠换了女朋友了，他已经成为过去式了。杰铁匠换，超好笑。特别篇可以追，特别篇我还没看，可是我在两天把那追完了。Hello 月月。他大奖是什么啊？谢谢建国送的枫叶，最近几年的，我是两天追完，没有追两季吗？我只到了一季耶，反正我一天追完十几哟。
大哥，大哥去当兵，开一百中，我们最大是1888，应该是第一季，我没有看过第二季。伯利也在旁边，然后我们两个在讨论这件事情。他说：“那已经成为过去式了。”他说：“我前男友的。”天天叫我。感觉真的快哭出来了，在哈喽，谢谢叔叔送的小风车。Hello 健健，我知道这里一定有很多人伤心，小风灿烂，真的很漂亮。谢谢叔叔送的小风车 ，Hello， 尖尖，好久不见。那可能有难度，毕竟我们自己玩什么？好的。Hello， 玉安，你就是那种，可是我这种事情我都看得很开了，对，看开，反正也轮不到我嘛。人家可是小松在那耶吧。我要拍手祝福 I love my you 这些站位过去式但是那一天，因为那天我们是章鱼烧组合在讨论这件事情，然后面面都会时不时的打出尖尖教会，就会刺激我的心灵。可能不会出现。好的 ，Hello 阿健 ，Hello NDD， 真是戏很多哎。看你拿上卫生纸。好伤心哦！多少人心碎啊！想当年红白，我真的觉得他这样好帅啊！他穿那一件很好看，我也好想要找那种毛线，就是毛线衣。松松的，然后大大的，然后破破的感觉。怎么突然讲到健身教会都没有然后理我了？大家是不是都很伤心？买一件来剪，要找那种松松，就是看起来旧旧的那种啊。对吼，其实我也可以自己剪衣服，可是我真的很舍不得，就是我不太喜欢去破，其实我会有那个想法，可是我也是看到原本的样子就觉得它这样就好，为什么要去破坏它？可是又觉得好想破坏，是不是？怕会被骂，对，会被妈妈骂。好好的，为什么要剪它的？塞土里，怎么跟什么？
看自己的偶像，他们也都会自己剪衣服，就剪 T 恤啊，就自己剪那样，觉得好羡慕，我也好想这样。可是，对，会被骂。而且我也不一定会剪得很好。我以前有想要就是自己买小白鞋，在压那个用亚克力颜料在上面画画，我妈也阻止我。多谢款待哥，今天赏。你有过去式吗？给专业的剪，不是，可是不是就是要自己剪才有 feel 吗？哈哈，再拿回家嘛！你看我天图还没看，都是写超可爱的。我很常就是一件衣服太常穿，然后大家觉得我都没有在洗衣服，或者是我只有那件衣服可以穿，并没有，好不好？只是可能那几个月我很喜欢，特别喜欢那一件衣服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姐画画也不心动。对啊，小白鞋而已，我妈当初又不让我画，我不懂，她是不是怀疑我的美术？当初叫我去读美术班也是她。是在哈喽妈妈不会死歌剪生日 T 还没出版，欸，可以耶，生日 T 自己剪一波啊。大家期待我的生日 T 吗？期待的话，七月记得要锁定。你们家有个小朋友已经连上五天都穿同一件衣服了，谁？长得样？想看吗？不给你看。谢谢，就是不想被念名字的风。耶，谢谢。现在要开始设计了吗？我已经设计好了。草稿图现在就在这个抽屉里，我给你们看，没有那么傻哈。快解锁，解锁什么？想解锁吗？应该不能给你们看吧，我的草稿不行。我也会喜欢的衣服穿到那。这件衣服我穿超多次好不好？我从修润的时候穿到现在都还在穿呢。也没有，我从甄选时期穿到现在。我那时候拍 Vivi 也是穿着进去。我可能我是就说，如果今天我的钻石破到10万，我就解锁我的草稿图。我当时是不是很坏？不是穿这件，没，我那天穿这件去，改造前是穿这件，红色条纹，对，红色条纹，红色条纹那件其实很贵耶，我买了50收，什么东西50收？我超喜欢红色的那一件，不是睡衣，不是。你说被关在门外的部分吗？部分吗？不是。那件好像是去别台访问的时候最常穿的，哪一件呢？哦哦哦，我想到，哪有？我只有穿过那一次，哎。
没有，那时候面面也是。好看呢、啊，你不觉得吗？头上发夹，我是说，不行啊，那是我的饰品，我可以给你别的。五十收，认真卖你没有啦。哇，想做生意做成这样，我什么东西都卖你。谢谢梅竹送的玫瑰跟掌声鼓励，还有看好你哦，哈喽浪克八五九，被你们杀了我。哈喽咸鱼。我们的啤酒姐姐。我有最初的草稿。就是被画的乱七八糟，不行啊！这能给你们看吗？应该不行吧？这是商业机密。送秘鲁拳头，衣食父母。Hello Steven， 我可以给你们看别的。有谁还没有买的呢？大家，我建议你们买两本，因为一本是放着收藏，要不要框起啊？一本是可以拿来给朋友看，给朋友推荐的。Hello Jack， 谢谢 Steven 的分享。里面可是有蔡依林哦。这本你最喜欢哪个部分？最喜欢有我的部分。最喜欢这一部分，74页的部分，大家自己去看。赚几百，阿乐一碗粥，不是应该买500本寄到全国大专院校图书馆吗？你买啊。都想刷第200了，我跟你讲，一定要买2本，不然你看，如果你这样折，你不就有痕迹了？你会心疼，所以你要一本拿过来，就是祭拜，不是，供着。买2本，为什么要买到3本啊？还是送爸妈嘛，孝敬父母，撩妹的部分。你说阿潘的部分吗？其实那天那个真的是意外，意外。大家想看露露撩妹的部分，请31页自己去购买，传教结义，跟传教员啊。原来你们是这样啊，我不太清楚，我只知道收藏跟传教，还没有的结缘。上品结缘。看，是这张。对啊，这是我的草稿。看不到吧？哈哈哈哈。看到妹子送一本，大家嘲讽的咯。OK， 最喜欢让你们心痒痒，就是那个头发翘一根的部分。他翘不起来，发质太好了。我终于想到让你们受不了的办法了。我要跟我们姐姐讲说，之后那个露露生日 T 绝对不要放图片，让他们自己买了才会知道。还好画面没很高清。
应该是不能给他们看吧，应该是还不行，要等公布了才行。你信的既然速踢一件所以面对啊，你信啊，这有一种惊喜惊喜包的感觉吧。反正你们知道露露从露露手上出品的不会要太差啦，你在大声什么？欢迎你来夜康滴水，那应该很贵哦，要晚上才看得到，大概是黄秘书第一件，大家应该觉得赚吧。夜光闪亮亮，复仇鬼是什么？工作的，吃吃吃吃吃吃吃就好了。这世界上，美食这么多，不吃会后悔。我那时候，我跟你讲，我那时候在考虑把我的脸印满整个 T 恤，哎，多有才啊，会不会上新闻？我很认真，我们那时候大家讨论要如何做应援 T， 然后大家还说真的有这种东西，然后就找，就是满整个脸，觉得好像没有想象的好看。日本漫光。我们好帅，是不是？来，挤一个。敢出你就敢买，你要敢穿啊！没有啦，我会以走一个，就是穿了能出门的衣服的风格，看起来超可怕。还是因为前阵子不是流行那种大图的T 恤嘛，我就贴一个大的脸在上面，差点以为你改名叫你西东，还是我们从哆来西发嗦啦西哆都来一遍，太性格了，像那个突然忘记他叫什么。他叫什么？突然忘记了。婷丽啊，婷丽，他就是这几天看他 IG 会有看到一个那个他穿大图的帽 T， 然后那个滴滴的，就是那种系列，实力不够。其实我会想设计，就是真的穿出门还 OK 的那种。好了，我们等一下再来聊这部分。我们可以继续讨论大家喜欢什么，诗雅那种吗？诗雅的出版吗？诗雅，我觉得啊，是我觉得诗雅的其实还不错了。Hello Jeff， 说成小小头咪咪猫应该就可以。喜欢什么？喜欢什么风格的 T 恤？我们要进入我们心灵漏套的部分，还是我们晚一点再讲？预购完毕哦，就是照片出来了。我真的很想把我的脸放上去，可是这个如果穿出去，齿列真的很高哎。假如我今天穿这个去上体育课。我要 V 领的，我帮你剪，剪完我再叫啤酒姐姐给你，你就穿那个就出门。
太爱自己。怎么办？其实我想走比较帅一点的感觉，可是我现在设计完是可爱的，而且我还没想到我的图要放在哪里。你们想要背后很大一个，还是放胸前，或者是背后一个，然后胸前一个？剪刀快肚脐，你说要做到，你以为我不敢吗？你要自己付钱，我就帮你剪。可是大家都有这种要求，寄出去，露露先帮你们加工一下，帮你们剪肚脐，帮你们这也剪一条。锁骨的部分，还有无袖的部分。说到做到，快点，大家截图啊，不是录影，我真的敢剪哦。我们家是有专门剪布的剪刀，我很认真哦，我现在是认真哦，豪哥，我很认真。其实我想要做的是有点可能你穿出去看起来像潮牌的感觉。也发现有点难。科技也看起来很潮。想看。好奇哟、哦。去跟科技要。照片，整个剪裂开，还是我去做一件是可以跟衣服互动的，是每一件都会有不同风格，可是是要是出自于你们的手上这样，可是我要想该怎么设计。怎么讲？互动嘛，可能我今天设计就是设计成这样，然后有每个人可能在上面是自己哦，公司预算不是啊。这是可以动脑的，这不是说一定要花很多钱。你是不是瞧不起我，豪哥？Hello， 小五。就有可能我在这里画一个框框，然后你们自己用，对啊，就是这种概念，有可能，然后每个人的衣服都会长得不一样，用亚克力颜料涂色这样子，用绣的，对啊，其实也可以，只是绣的呀，这部分其实还不错哎。好像要做薄长 T， 薄长 T 哦。你怪怪的哦。我想跟你们分享我现在的草稿图，不确定，我现在还不确定。我是一个深不可测，我是一个很善变的孩子。我上一秒喜欢这样，下一秒可能觉得，好麻烦哦。六月应该会看到。我现在只有草稿，我可以把这些草稿
概这样。剩下你们自己加油。三遍。这是最一开始，就是拿白板，然后随便画，大概这个样子，然后再画到纸上。你们应该有看到吧？我给你们看喽。写了，还不错吧？也接不到，真调皮。Hello， 流星，我先来讲那个啦，心灵肉汤，你们肉汤底色是什么颜色？什么都没看到，你们想要什么颜色？我只有两个颜色想要而已，黑色跟白色。白，不容易长黑色。豪哥。黑色显瘦，可是我也要自己穿啊，我这样犹豫到底要黑还是白。好可怕。前面和后面白，大家能够接受。白色会显图的颜色，黑色就可能会把图的颜色吃掉。我难过的是放弃爱。不可以这样满站啊，豪哥，你知道不行哦。不要欺负我们家日华。Hello， 要。我每次都骂我姐，我就说全家胖子啊，你是胖子，你全家胖子，然后就会开始一直笑，一直笑，哎，我也是胖子。我真的敢骂我姐，就是用这句话骂我姐，其他我不敢。有点看腻白色，我们以前班服是橘色，超亮，就骂自己，我是故意的、啊。流浪什么意思？怎么办？是什么颜色？因为白色就可能我在彩排的时候可以穿，那彩排不适合穿深色的。还是白色，这白色我怕痛，灰色不喜欢，喜欢。真的好哦。暗蓝色、啊，我没有想要跟着，没有，我的音乐色其实是黑色，黑色，然后是因为怕之后如果我要做什么。没有黑色这种东西，像手灯就没有黑的吧，所以就是我就是怕以后万一有这个问题，这样穿着灰色，我穿着灰色不代表我要黑色，灰色黑白相间条纹的吗？怎么办？我觉得我最后会选白色，可是我好怕痛哦。没黑色也很对呀、啊、所以那时候是为了这个而再选了一个颜色，不然我想选的是黑色。黑黑的很好看啊。我们今天要不就不要念心灵肉汤了。那个超好笑的，我觉得超勇敢的。出两件
不就解决了？我可能要先问姐姐，应该是没有那个可能出两个颜色啦。出两个颜色谁要买？想要露他？不行，我觉得我露他讲下去，我们这个话题就会断掉。我还想聊，可是我觉得等一下就会断掉。呀呀呀呀呀！怎么办？什么颜色？我觉得我最后应该会想选白色。彩色题。啊！我要站在你们的角度，要觉得你们。如果穿着我画的 T 恤这样走出去会奇怪吗？你现在才知道是吗？你有感觉到我们两个都一样很漂亮吗？自己讲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真的有点痛，对啊，感觉有点痛，所以我可能会选黑色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不要念了，我们就聊这个话题吧。我们下一次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之后还是会开台。白色，Hello 小飞鸟，那也要重磅一点。我应该，那这样我应该就会出黑色。谢谢小飞鸟送的 kiss 啾啾，还是白色好。你西拉哆瑞西，那姐姐，好啦，选黑色，黑色。草稿，我擦掉一部分，我觉得要再多一点。我只能给你们看一点点，不然我会被杀掉。哎，我擦超多。你们一定看不出来，反正就是我不能透露太多，不然我会被杀掉。还是有点样子啦，对不对？哎，不错吧？哎呀呀呀呀！
啊，你们都知道是恐龙，那么惊喜啊！你们都说不，它是蜥蜴。是蜥蜴，对，是蜥蜴。就不要之后我又就是善变又改的，露露的超高，像绿豆糕似的。我再给你们看一个。死飞飞，好没了，没什么好看的，很无聊哎，怎么了？变成人脸，那要看起来很艺术，很艺术的，看不出来是身子踢的那种。谢谢小飞亚瑟打的鬼线。帅度不一样，我现在都不能绑那种头发了。没有，应该说不是说帅度不一样，是我觉得还是要出自于就是出自于不同地方感觉不一样。绑双马尾，双马尾的部分嘛，绑不起来，真的。素素吃火锅吃到掉进去哟。在正中间。我现在还是给绑着走。可是应该还是要再长一点。我要跟面面一样，下次来一个，突然来一个大改造，吓死你们！这是手机吗？没有，你刚刚说一上面，我以为是这里，就发现错是这里。我很好奇，如果我现在这个长度，然后再去拍 Vivi， 他会帮我用什么样的造型？啊，快点拍哦！都是看直播怕什么？乱抓，走一个凌乱颓废的感觉。大有的哦，我觉得可以，好想要捧拍。我要来自己搞一个大工程，身边朋友有没有人有棚拍西装借？我要拍一个很帅的杂志感觉这样。师姐过多，他那我的衣服穿好。他那天我进去有吓到。那天大家都很兴奋的，我那不行，看透透。哪一首？然后自己去盘，直接入坑，真假的 ？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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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有，嗖嗖嗖嗖嗖啊，不是，是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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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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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你在算什么啦？不是，你怎么就是这么突然的？我会害羞，
我今天没有很帅吧？哎呀，算了，我的帅来自于我的脸。想自己拍。你倒是说，我现在很可爱呀、啊，我可是白面露呢。造型蛮帅的，怎么大家看起来感觉很，觉得很性感？你不是心头肉吗？是啊，怎么了吗？水煮肉，我今天是嫩肉，帅到不要不要的，那不至于。但是你，但是。但是，那不至于。谢谢微微大送的，微微大大，你抽到了100，有赚吗？老平的弄，不恨，带有个性，没赔钱，慢拍手庆祝哇！我要跟那个迪士尼乐园一样放烟火，谢谢，就是不想被电影送的价值200的 Sing a Song， 恭喜你没有赔。肉肉专属。烟花，他们都喜欢喊团吗？喜欢啊，怎么了吗？秀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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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为什么出去？就是这个宝箱啊，他们刚刚解释说，就是里面会有价值不一样的礼物，牛家青谷可以啊，牛家青谷。蛮喜欢那个队长腿很漂亮，很长，想听要帮你点啊。U 银河的。就是的乐是什么？等一下，哈。Who will you see? The can go shippo.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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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这个哦、对，就是你花100的话不一定会拿到100的。娃娃兵博婷娃娃兵，这么突然的小熊，你最近办展办的如何？我也好想去看哦。谢谢叔叔送的男生圆棒，就是惊喜哦，我懂了啦，惊喜包的概念，我懂了，乐思的部分，来啊，很远，拒绝，很远。10张握手券，让你换捏肉肉的脸，没有啦。
谢谢微微大大送玫瑰。不行，你不能捏我的脸，我会脱妆。谢谢叔叔送的男生拥抱。空气握手会。谢谢博婷送分享。女生就是大忌，不能问体重、年龄跟不要摸她的脸。还好啦，还好。假握手会。好饿啊！不会啦，我们等到那时候视讯通话。哎，我有听说，就是有韩国，因为疫情关系，所以活动取消，然后就跟粉丝视讯。神曲。等于直播，可是没有啊！我跟你讲的东西，只有你会知道啊。是我们两个一对一哦，我现在是一对很多哦，不一样。宇宙超厉害。第四位是谁？是谁？我要问啤酒姐。啤酒姐知道吗？我们有秘密吗？是谁？你说有吗？没有吧，我跟你没有吧，你都知道我最大的 BB 也就是很帅的部分。去问文山郭富城，文山郭富城是谁？他们美玲吧。我们直接可以有小一点的秘密吗？哎，不要再嫌弃我的颜值好吗？谢谢叔叔送的枫叶，耶，枫叶。最近想换人，他应该知道。换谁？说、哦，不说我又不理你哦。你又不让你看 Love Sweet， 你不能进场的，不让你进来，换黄秘书，不要那么爱黄秘书啦，来多爱我好不好？我都要吃醋了。哎，没有，你不跟我讲的话，我就不帮你剪衣服了，直接无遗憾了。那你没有遗憾是我的荣幸，谢谢你，希望你下次再光临。Hello， 谢谢你们。要爱露露吗 ？NDD， 你谁都爱。我刚刚说的是这一首吗 ？Well, she. I get a little ball.是啊，可是为什么我没有听到我想听的部分？我买的风铃草的票退了，什么意思？被吐槽，没事啦。我没有什么意思，就是。好哥，你不要吵。好久没有跟他承认哦。我真的是没有要对，太犯规了。哦，听一下这个。总之我比较爱黄明。吃醋哦。和你同队，四大天王就我
页面麻油嘛。佳丽，醋好吃吗？我超爱吃醋哎，超爱。我超喜欢吃醋，超喜欢。我吃牛肉面一定要加醋。我喜欢吃白醋，不喜欢吃黑醋。醋好吃，叔叔很常让我吃醋啊。正解。但是没有麻油。哦，这也是我面面阿潘。有，你好像说过没有麻油，是吗？阿潘嘛。谁啊？什么什么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被麻起来耶，收收！Hello Jack 也是，每次来名字都在换，真是哦。巴拉巴巴巴巴。最爱你了，我猜栗子，我刚刚也猜栗子啊！哎，春平，春平来了，醋多一点，醋白醋不是说喝多一点会变白吗？难怪我现在变白的感觉了。啊，小白辛苦辛苦。我知道。谁啦？哦，我知道，他喜欢栗子跟涵涵。这我知道。七味半，哦，真的假的？嗯，那还是比较多吃点。巴拉巴巴巴巴。谁？谢谢 N 弟弟送的荧光棒，谢谢。谁啊？豪哥，你不讲是不是？我不帮你解决 T 恤喽。还用鼻孔看？还会放大哦。没有形象给我。谢谢。NDD 送的荧光棒，我要威胁你。Hello 翠翠，快点啦！哎呦，鼻塞了啦！到底啦，豪哥！好，怎么会怪在你身上？好了，你不跟我讲吗？关播了，拜拜。欢迎加入蜂窝，我是阿乐嘉阳，现任是谁我就不提了。神推吗？我要四大天王的最后一个。阿乐孝贤，谢谢弟弟送的蓝色愿望。这是手是这样，好可爱哟、哦！谢谢全品送的 love， 好久不见，对啊。Hello 小冰箱邦邦 ，Hello 邦邦，好久不见，孝贤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啊，孝贤，我要关台呢，抱歉。
这个可能会换掉，可是我就想知道嘛。不管，我要关台了，拜拜。你不讲我就关，我本来想到开到十五分的，你不讲就算了。怎么了？我要关台了啦！谢谢日华送的乐，有缘就会看到的，能换成雨晴哦。礼拜四一样八点，拜拜啦！有机会还会再见面的啦，没事的，谢谢。拜拜，啵啵。下班再看，拜拜，谢谢大家送的礼物，有机会见面了，会的，一定会的，阿米拜拜，拜拜，我要思明，你看，那头。好，关不到他。